嘉义今天中午气温高达摄氏37度，创下嘉义气象站设站45年来的最高纪录。嘉义县东石渔人码头海之夏季今天登场，不少民众下水游玩，现场还有妈斗走秀，让民众清凉一下。真的有够热，嘉义创45年来的高温纪录，海之夏季活动一登场，吸引民众玩水消暑。县府特别邀请专业妈斗来为活动炒热气氛。也特别邀请了我们一票呢非常身材高挑的模特儿来到活动的现场，一起参与呢这个嘉义乡一年一度的盛会。我们这次模特儿的选拔大赛总共有十几位的选拔佳丽，那也配合我们东石乡这次的活动来做一个海选的选拔赛。海浪、沙滩与音乐，吸引民众往海边活动，抵挡夏日酷暑的最佳凉伴。新唐亚太电视侯瑞霞、方雅贤，台湾嘉义采访报道。